在茫茫宇宙中，有这样一颗不为人知的星球，它静静地沉睡着。突然有一天，一道光束从天而降，打破了这长久以来的宁静。光束在海面上形成一座小岛，在这座小岛上，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同时存在。而我们的故事即将在这座被称为旋风岛的魔幻领域。往天往地忘记烦恼，忘不打乱呼吸就会收起破茧机，大脑大声叫做对错错错磨自己，没有是与非和爱与恨的事，心里去叫去跑去找，远离那喧嚣，心无人得到，张开手闭上眼听心跳呐喊，还没用尽全力就不要先说放弃，大是大声叫，往前往地忘记烦恼，对不对？不能杀了你，这样太过分了。你的学生还活着，你不能先死。啊、你住手！啊，不忍心吗？那么我就先杀了这只恐龙好了。啊啊不许对孩子们动手！不许对孩子们动手！那你再阻止我试试看呢？我现在就杀一个给你看看！二蛋，快跑！跑？怎么跑？我会阻止马奇朵。我问你怎么跑啊？你这个老师，每天上课乱七八糟的，叫我们学这个学那个。可是你从没教过我们逃跑吧？你没教会的东西，我们自己怎么学得会啊？马奇朵，这种废物老师有什么好打的？要打就冲着我来吧！二蛋，你别自命不凡了！我现在就杀了你这个大耳朵图图！啊！先说好不许打脸！你就准备在床上过下半生吧！封印术解球！老师。来不及教你逃跑的事情了，老师来教你打败马奇朵的方法。啊！别这么担心嘛，我暂时不会把他怎么样。再怎么说，你这是？难道？我早就说过了，你们两个都是笨蛋。咖喱，那我干什么？他们都有事情做，我总不能在一边看着吧，拉姆。你急什么？我们当然有事情做。在茄子头发动土灵术以后，就是我们的事了。茄子头的土灵术在发动的时候，一定会激起非常大的土尘，所以在短时间内，对方会暂时减弱一样东西。噬具，噬具，茄子头知道了。咖喱是要我用土灵术暂时让他们看不见这边的情况，那茄子头就用最能限制视觉的招式吧。能争取越多的时间，对我们越有利。在你发动土灵术后，我立刻赶去可米身边，变成可米。
对哦，咖喱，你快变身术！想法是很好，但是咖喱，不是我泼你冷水，你的变身术实在不怎么样，很容易被对方看穿的吧，拉姆。这个不用你说我也知道，所以我才要茄子和三郎拼命战斗啊！只要在接下来的战斗中，三郎和茄子能用全力保护变成可米的我，那两个笨蛋一定会信以为真的。那我，难道你想我？在我变成可米之后，你立刻带可米离开这里。你，嘿嘿，你好，拿铁大人，好几集不见了哟。你看上去脸色不是很好啊，怎么最近不顺心啊？股票跌了，美剧看不到了。哎呀，你的脸温度很高啊，像福岛的三号机组一样。近距离才发现你的头发是绿色的，我劝你在结婚前还是染黑吧，这样对你的婚姻比较有保障。别以为绿色就住嘴！别！天空真是好蓝呐、啊。古人云，龙头在胸口，老牛在腰间。李白的这首唐诗写得真是惬意啊，不禁让我联想起最近鲍曼的情节，不知道名人最后能不能成为海贼王呢？最近利比亚的形势非常严峻，作为一只关心时事新闻的好猪，我一定每天都努力洗澡，把臭味留给自己，把香气送给大家。咖喱，刚才住嘴！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，神马都成浮云。我们现在要面对的就是保护可米，其他的一切都是不存在的，都是没有发生过的，假的，都是假的，那是山寨的。太对了，咖喱，我们要一起打假，维护消费者权益。男子汉，我们是伟大的男子汉二人组。丹梅去死！去死！去死吧，丹梅！去死！够了吧？不好，太过沉醉于男子汉的世界里，把那位仁兄给忘了。这都是你不对哦，咖喱。知道，我认错就是了。最后问你们一遍，那个包子把可米带到哪里去了？这个咖喱，别和他废话了，这种问题真是太幼稚了。所有的观众都知道，我们怎么可能告诉他呢？对呀，茄子头，估计这个拿铁的智商和巧虎是一个级别的，老是问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，到底还要我们重复多少遍呢？你真是烦死啦！反正接下来就是要打嘛，那就快开始吧。婆婆妈妈的，你是女人的，来呀，你咖喱爷爷正培养呢。咖喱，大家开什么玩笑？为什么是我带可米离开？你是微动动脑子也应该知道啊！无论战斗力还是体力，我是这里最强的巴拉姆。如果要离开，那三郎逼我。就是因为你是最强的，所以才叫你带可米离开啊！在体术上你是最厉害的，所以跑步也是最快的吧？你要知道，我们几个能拖延对方多少时间，我们自己都不知道。也许5分钟，也许1分钟，你自己说，能在短时间内带可米离开这里的，除了你还有谁啊？那你们怎么办呢？你们几个留下来不是白白送死吗？你不是答应过我要相信我的吗？在你离开后，我当然会有计划的战斗，我也不想死，更不会让伙伴陪我一起白白去死。所以你给我带着可米，能跑多远就跑多远，这边的人不用你操心，你听明白了吗？别想骗我了，有什么计划你就说，我倒想听听你到底想怎么打败那些坏蛋。茄子头，我又是茄子头吗？那茄子头还要做什么呢？我要你的土沉蝶。咖喱，我相信你。拉姆，你就自是我们的约定啊。二蛋，了解。你给我走开了。
搞定。哼，这样应该就能为我们争取一点时间了。你刚才说的有打败马吉朵的方法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虽然现在情况对我们不利，但是我还能使用最后一个大封印。嗯，还用封印术？你的手不是……我的手的确已经伤得很重，无法结印了，但是我有最后一个妙意，无结印大封印。无结印？那就是说不需要结印？对，这是封印术最后的保命武器。这个封印很厉害吗？很厉害，但缺点就是这种封印术一个人是无法完成的。啊，太好了，我们帮你一起完成吧。哇，嗯，现在就让我们三个一起打败马奇朵吧。包在我身上。这次的封印术叫做大黑洞，是星云的二段里奥义，它的作用是能吞噬所有的敌人。大黑洞啊，听上去很厉害，这样才能配得上我贵族的身份。那么我们需要做什么呢？由于不能用手结印，所以我们三人就必须用自身作为结印人。简单的做法就是各自站好自己的位置，就像这样。那么简单呢？方式是很简单，但是结印到发动需要时间，所以一旦大黑洞发动，你们千万不能离开自己的位置，这点非常重要。不能移动。那么发动过程中马奇朵攻击我们怎么办？他的能力？放心吧，他的能力我已经知道了，而且已经有了破解的方法。哇，老师竟然有办法和二代一起发动强大的封印术打败马奇朵，太好了。不对，这是……慢着慢着，老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下一回老师你好，老师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职业。